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周。我表弟花了有30多万在四川崇州那个五线城市买了一个房子，他叫我过来看一下，今天我过来了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子怎么样。一打开门，这里就有一个生活阳台，这里可以放洗衣机。然后再往里面走，这里就是客厅了，这里就是客厅了。客厅对出去还有一个阳台，这阳台挺大的。客厅的阳台可以看到中庭，挺不错的，很漂亮。我就喜欢这样子的。客厅的旁边，然后就有个厨房，这里是厨房，厨房好像没多大。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主卧了。主卧这里有一个厕所，然后都是主卧，有个飘窗，好像主卧也没多大吧，应该就10多平方。主卧出来，然后这边就是次卧了，这个次卧的话就更小了，我就只能摆个1.5米的床吧，然后那里也有一个飘窗。这个房子有70多平，花了有30多万。单价差不多1700，这房子是2房2厅2个卫生间的，大家觉得这个户型怎么样啊？欢迎评论留言。朋友们，你们那里的房价现在怎么样啊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那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